姑姐，我都系时候要翻公司搞埋啲手尾啦。咁急，公司好多嘢做啊！我想俾个惊喜俾阿公，等佢一出院就可以见到一个全新面貌嘅钱万世。咁你翻去先啦，有我等你阿公出嚟得啦。有咩消息就通知你哋。好。多多嚟咗，你要嘅嘢。Thank you。系啦，点解你唔使留喺医院陪阿公嘅？由姑姐陪咪得咯。我翻嚟公司有更重要嘅要做，呢啲俾你噶。哇，咁 sweet 啊！而家买埋嘢俾我食添。散水饼嚟噶，俾你同进菜嘅。边个同事辞职啊？我咯。嗱，呢封系我俾你嘅辞职信。嚟紧我要负责钱万世好多生意同埋决策。分身唔到做二手包办嘅 designer 啦。咁帮阿公紧要啲嘅。你明白就最好啦。仲有一封，呢封解雇信，我想你帮我交俾俊才。好地地做咩炒阿才啊？如果佢迟到、早退、唔打卡、用公司电脑打机、公器私用、偷厕纸，甚至乎系被捞，犯埋七宗罪啦，都叫好地地嘅。咁我冇嘢好讲。头六宗我都明白，第七宗被捞，你同我都无一幸免啦。咁所以我咪递咗辞职信俾你咯。仲有啊，如果唔系你一早递咗辞职信嘅，炒埋你都似。我有一个问题。你想问点解我要你将封信交俾俊才啊嘛？系。咁系因为你交俾佢，佢先冇咁 hurt 咯。OK。喂，散水饼啊！我仲有一个问题，做咩唔一次过问啊？点解要外查家叔呢两年嚟用公司电话同埋信用卡嘅签账记录？嗱，我问你嘅时间 office hour， 呢度又系你办公室，我又系公司员工，呢件事好明显都系公事嚟嘅，事地人事四样嘢一齐，小学就教噶啦。唔好意思啊，金小姐，你够钟开会啦，同埋你继续啊。家叔想问点解你要叫埋马经理？个会都就嚟开啦。入到會議室咪知咯。Sorry 啊，一明，我要開會先。如果你仲有問題嘅，等我開完會再嚟揾我咯。你幫我搞掂下邊個邊個先。嗯，啱。好鬼恐怖啊！件餅，邊處出品啊？唔知啊，多多請嘅。嗯，啲有錢女品味係唔同啲啊，唔似我啲草根青年。喂，唔好客氣啊，整件啊，好食又唔肥啊。喂，你唔食我食，收埋佢。做咩啊？今次又調職啊？調去邊啊？調去水塘都好啊。唉，我好唔想做司機啊。解雇信啊，呢封係解雇信，多多話俾你嘅。炒我？無啦，做咩炒我啊？佢話你遲到早退，唔打卡，公器私用，用公司電腦去打機，偷公司廁紙，最嚴重係咩啊？公然被撈啊！你兩個都被撈啦！你兩個變 lover， 我已經變做 driver 噶啦，最好炒我咪做 loser。喂兄弟，你都好身姿自肥喎。自肥？我一早同阿大前生講話我辭職，半個月之內你就唔會見到我啦。多多都辭咗職噶，由今日開始佢唔再係二手包辦嘅 designer。或者佢講得啱嘅，我哋全部人都兼顧唔到兩邊噶。兄弟，你冇嘢啊嘛？佢講乜你又信乜啊？佢今次真係冇講大話，真係辭咗職啊！散水餅你都食埋啊！搞咩啊？依家早同我講，一定唔會食。關咩事啊？我個心好唔舒服啊！呢個女人直頭妖女啦，佢擺明想影響我哋兩兄弟嘅感情啊！你又信佢？俾啲迷藥你食啊！傻傻地啊你！夠啦！兄弟，有啲嘢咧，原本我唔想講嘅，你始終個頭咧由黑變綠。佢啲壞話，我原本唔想提嘅，但係佢而家做初一，我啊做十五。嗰日我車多多翻嚟，佢係留低咗部 iPad， 咁我攞翻俾佢啦。哼，跟住啊。咩？有揸車酷聽傳咧？咩？有揸車噶？退我住咧？你做咩偷聽我啲嘢？多多唔係咁噶，我見你留低咗，我攞翻俾你，我乜都冇睇到，乜都冇聽到。咁究竟呢句韓文點解啊？佢係解
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啊？韓劇你冇睇，我唔怪你。我細個睇到大噶啦，嗰啲186惡霸同按啲長腿啲劇，我煲到爛曬啦。呢句説話，就算我唔識講啊，我都識聽啦。嗱，兄弟，總之咧，熱戀緊嘅人就濃嘅，聽唔到人講嘢嘅。總之你以後咧，自己小心啲啦。叫马经理过嚟改公司银行嘅签名啦，冇问题噶。贵公司同我哋合作咁多年啦，你哋有啲咩需要嘅，我哋银行系好乐意派我嚟做跑腿嘅。呢一份系爹哋之前跟开嘅合约，不过因为之前发生咗太多事，喺各种原因之后搁置咗。但系最近白吉美呢间公司主动联络我哋，话希望可以继续同我哋合作。白吉美，我虽然冇听世前生提过。但佢的而且確係一間大型連鎖百貨專門店，係應該爭取嘅。但問題係咪連等老闆出院簽個名都等唔切咧？其實唔係等邊個同埋等唔等嘅問題啊，而係大方向形象嘅問題。到底我哋前萬世想俾一個點樣嘅印象俾白吉味？喺陳年老店，咩事都要等大老闆岌頭先可以開飯，定還是原來可以俾個靚妹話事？凡事拍板就可以行动的新派公司，但是老板一直都不赞成。佳叔，你要记住，我哋只是 sell 一个概念的假象，不是真相嚟噶。阿贡仍然都是阿贡，冇人可以喐到佢啲嘢。你唔得，爹哋唔得 ，Auntie Rose 唔得，唔通我得咩？阿贡好快就会翻嚟噶啦。阿程生啊，我哋已经有大前生的授权书噶啦，就争你 CFO 的签名。我是泰中銀行要為前萬世的負責人錢大海先生轉為金小姐，金小姐之後就在財務上有絕對的話語權。白吉美這張合約我就簽硬了，但他的負責人只會留在香港幾日，簽完之後還有一系列的工作要做，所以我才這麼心急要換這個簽名。佳叔啊，阿共入醫院之前都有跟你說過，叫你一定要看著我幫我的，今次前萬世的成敗就看你的了。麻煩你了，佳叔。我回銀行做手續了，金總如無意外，你的簽名明天生效。麻煩你了，馬經理。英国的朋友，你们好 ！TVB Anywhere 全新推出 Web TV 服务，现在无论是透过网站抑或 TVB Anywhere Plus 应用程式，都可以收看到我们的精彩节目。记得支持我们的新剧《香港人在北京》啊！仲未在我们用户的朋友，快啲 scan 这个 QR code 和我们的同事了解最新优惠啦！各位 APM 的观众，我是有份演出神奇小子的庄思明，我是有份演出神奇小子的费敏。那些精华片段是不是很正呢？快点 like 和 subscribe 我们欢乐 APM channel， 收看更加多 TVB 的内容啦。